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二代女子天团推尼文成员中，目前唯一留在YG的三大喇叭，昨天也离开了 YG。 5月14号 ，YG 娱乐官方表示，对于17年来 与YG 一起建立的信任与感情，真心的感谢他的 YG 一直都会应援他的新的挑战，为了他的新的出发，在准备好之前会持续的给予帮助。就这样，2009年出道后，横扫全球的女团推尼文，谢敏吉、朴珀三大喇叭四位成员都离开了 YG 娱乐，三大喇叭以后也会走花路的。最近看节目对他非常有好感，现在都离开 YG 了，所以能完全体回归了吧？拜托，好想看到推尼文完全体发表新歌，只有推尼文才能做的那种音乐，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了吗？不管怎么样，希望三大喇叭以后也能继续走花路。 下一个消息是，大家听说过 MC 的 Mix 这个男团吗？2000年年初，以《잠시만안녕》《사랑의 씨》《행복하지 말아요》等红遍全韩国的爱豆乐团 MC 的 Mix， 其中成员杰允昨天离开了这个世界。根据警方发表，所属公司因为无法联络到杰允，就向警方报案。而警方在位于马浦谷的杰允的家中，发现到他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虽然现场没有遗书，但是也没有他杀的痕迹，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因为就在不久前才推出了20周年专辑，所以杰允的这个消息令粉丝们更加的悲痛遗憾。真的希望看影片的大家要多多关心周围的人，也要多多关心自己。有再痛苦的事情，也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知道了吗？ 最后带来了一个这两天韩国网友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贴文 ，IU 有 TWICE 的地方有一股香气，这是在之前 TWICE 参加 IU 10周年演唱会后 ，IU 提到 TWICE 的一个片段。 진짜 의상 신경 써주는 거 진짜 고마운 일이거든요. 저희 밴드분들 아무도 안 들어가고 저기서 이제 다 보고 계시고 TWICE 누가 지나가면서 그러시더라고요. 어떤 분이 TWICE 있는 데서 좋은 냄새 나. 진짜 너무너무 고마워요. 진짜. 然后这位网友就整理了一下 TWICE 成员们亲自在粉丝见面会 VLIVE 等地方提到的自己使用的香水。首先，男人不使用香水，只是使用 Body Lotion。男人使用的 Body Lotion 是 Santa Maria Novella Crema Fluid Prigia。然后还使用 Bling 1803 Le Pigeonal Body Lotion Mexico Tube Rose。然后成员是没有最近的资料，之前是使用 Creed Virgin Island Water Wood Perfume Momo Victoria Secret Berry Sixty Poho Sana Estee Lauder Erin Iris Meadow Wood Perfume。然后也使用 Prada Candy Kiss Old Body Paint 吉효 Estero 的 Erin Lilac Pass Old Perfume， 也使用 Glue Woman Old Body Paint， Mina Estero 的 Erin Ika Jasmine Old Perfume， 다현 Gucci Bloom Old Perfume， 也使用 Dior Addict Old Dualet， 채영 Isoptesi Old Perfume， 然后也使用 Jo Malone English Pear and Phrygia。 最后，子瑜使用的香水是 Maison Francis Cajun Arrose。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这两天台湾疫情升温，大家真的要好好洗手，好好戴口罩，让我们一起努力来赢过这个难关。